哎呀，这环境不错呀！来吧，反对。是啥意思？我们是男队。各位成员，作为两家餐饮店的骨干员工，准确快速地记下顾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任务，来考验大家的速记能力。速记。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画画自己猜。每队各派出一人，将导演说的词按顺序画在数字格里。画画结束后，导演报数字。25号的答案是。率先猜出该数字对应内容的队伍积一分。鸡爪。对战结束后计算每队总积分。会不会有的菜说出来我不认识？如果出现了，你咋画？你就是他说出来一个词儿，你以自己铭记的方式去画。对，他不一定像，但是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就行。我啊，我去吧，去吧。我的脖子。这，我先来吗？我们团队最优秀的坐飞机都算数的人。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在飞机上被九九乘法表。我来，儿哥，你害怕了？我这个，我一会儿去吃点记忆胶囊。第一轮比拼正式开始。1号镜子，2号猫咪，3号灯塔，4号瑜伽，5号针管，6号帆船。7号冰雹，8号电脑，9号斑马，11号辣白菜，12号钢笔，13泡菜，14米肠，15开关，16轮滑鞋，17毛笔，18灯笼，19电饭锅，20熊猫，21外星人，22蜻蜓，23签字笔，24鸡爪，25出租车，26大米，27铃铛，28火焰，29羊驼，30汉堡。时间到。两个人画完都沉默了。 Baby 大概有20个画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持有以后就是雷同，都是脸盘子是吗？哦，孙珍妮画的很清楚。哎，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出题目，请问6号的答案是帆船。正确。请问17号的答案是毛笔。正确。OK，请问15号的答案是开关。正确。嗯，请问24号的答案是鸡爪。正确。请问19号答案是19号到底是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19号。3、2、1，请孙珍妮回答。电饭煲。正确。哦，对，确实是。请问4号的答案是不激动，4号是蜻蜓吗？错误。瑜伽。正确。哦，格局要打开，格局要打开。我看一下你画的瑜伽，它确实像瑜伽。你画了个啥？25号的答案是出租车。出租车。错误。嗯，哥，你这干哈？你在这告诉人25是出租车。Baby， 25号。是出租车呀，25号。
是出租车。是啊，是出租车呀。是啊，是啊。是出租车呀，二十五号。是出租车，是的，是是的啊，是的，我们要把序号改一下。我也想说出租车。晨哥刚才都质疑自己了。我说我差点要吃药了，我说我要排本了都，排本二十五号出租车正确，请问十一号的答案是？出事了，出事儿了，我真不知道，出事儿了，这个是，辣白菜，正确。你画的这是辣白菜，我不会画。请问十三号的答案是泡菜，正确。好，最后一题啊，请问二十九号的答案是羊驼，羊驼，羊驼，正确。哦。第一组粉队暂时领先。哦，也很棒啊！哇，谢谢。虾哥打样吧，虾哥不打样我就寸步难行了。虾哥，我留到后面收礼，收礼，不是收礼，收礼。我来吧，加油加油，来吧，你来，我最后。你俩又正面交锋了。我是画也画不出来，抢也抢，我也是。但你俩一样。我这个画画这一趴，我就要跟你证明，我们俩的 IQ 绝不是在一个层面的。立 flag 了是吧？请听题：一号冬瓜，二号跳舞，三号土豆。基本上这个想象的画面都是以圆为主。四号鸭头，五号零蔗糖酸奶，六号纸巾。七号高丽参，七号高丽参，八号延吉打糕，九号南瓜，十号通讯录，十一号垃圾桶，十二茶叶。十三企鹅，十四油条。十五蓝筐，十六棒棒糖，我们这里有十七哪吒，已经放弃了。十八范丞丞，十九荡秋千，二十相貌舞，什么什么相貌舞？那个，转的甩头的那个。哦，相貌舞。二十一闹钟，二十二刮风。二十三打喷嚏，二十四草莓，二十五魏大勋，二十六马桶，二十七电风扇，二十八灭火器，二十九超市，三十哑铃，时间到。这是消消乐吗？大胆用方和圆，经常是几样东西同一个表达方式。这是啥？咱们赶快就回答问题吧。这游戏主要比的是记忆力，来吧。请听题，请问十八号的答案是？范丞丞。范丞丞。请问。二十六号的答案是，二十六号马桶。请问，十七号的答案是，哪吒。正确。这哪吒你咋认的？请问，二十五号答案是，魏大勋。请问，四号答案是，鸭头。二十三号答案是，哎呀，慢呀慢。你说，你说，二十三号还送呢，你说二十三，你说，打喷嚏，正确，啊。
有场外告诉啊。14号答案是油条。油条要怎么画呀？15号答案是篮筐。正确。请问11号答案是？我这10和12、11、12都是差不多的，已经。真的11、12。我想知道一下10、11、12东西的差不多吗？10号通讯录，11号垃圾桶，12茶叶。哎呀，水桶，错误。垃圾桶，垃圾桶正确。12号答案是茶叶。10号答案是通讯录。正确。真的画画很厉害。10号通讯录，11号垃圾桶，12茶叶。请问8号的答案是？晨晨。晨晨先抢答。你说吧。你就往这看，你能看出啥来吗？我问你，俩人都空的是吧？真行啊，看我俩都是空格出这个是吧？行，真棒。最后一题啊，请问28号的答案是？我知道。你先说。我告诉你，这我知道。你说，我听听。灭火器，正确。太厉害了。好，这一题封神了。输了，咱们他们答得多。你俩上。陆白神州，记不记得神州和陆白？哇塞，白多。你以后叫陆白吧，你以后叫神州。他俩三对，我画画俱烂，太难了，这个真的很难。你别说，还真有点紧张。请听题：1号腰带，2号音响，3号黑板，4号茶叶蛋，5号电热毯，6号美人鱼，7号冰糖葫芦，8号开心果，8号开心果，9号报纸，10号三弹一跃，11号鹰钩鼻，12大眼瞪小眼，11号鹰钩鼻，12大眼瞪小眼，13面粉，14流口水，15弹簧，16豆腐脑，17黑丝袜，18向日葵，19胡椒粉，20牛郎织女，21小笼包，22桌球，23黑芝麻，24红领巾，25花菜，26猫头鹰，27火烧眉毛。太难了，这。28围裙，29故宫，30蒲公英。时间到。平米。
昨天晚上你干嘛来着？老师他老师。没事没事，你别紧张，你别紧张。完了，完了，快点，报内话。这他俩这局巅峰对决，不提示啊。请听题，请问11号答案是？周深，鹰钩鼻。耶、yeah, ，坐下，坐下，都给我坐下。那个眼睛最小那个，别跟他站着。请问13号答案是？面粉。哎，周深先。面粉。我先按的。周深是周深先亮的，周深先亮的，确实是周深。请问26号答案是猫头鹰。哎，周深，猫头鹰。请问，好，我们的，你先说吧，说吧。白鹿生气了，你说吧，生气了，赶紧的，你说吧，赶紧，你说。行，我们不说了，你说。请问。28号答案是。哎，不能提示啊，不能提示。哎，不能提示啊，不能提示。回去。正确。14号答案是。流口水。正确。Nice。10号答案是。三。哦，三。弹音乐。正确。请问29号。故宫。正确。Nice。这都能看出来。请问12号答案是周深。大眼瞪小眼。正确。巅峰对决。请问27号答案是周深。火烧眉毛。请问17号答案是白鹿。你猜吧。不急，咱有的是时间分析。有的是，这应该是个音符。3、2、1，请作答。嘿，丝袜。正确。耶！傻了吧？咱俩仨脑子都不出来一题。请问，16号答案是周深。这是电磁炉吗？你。三人，3、2、1，汤，错误，豆腐脑，这都看出来，太厉害。最后一题啊，8号答案是开心果，开心果。哎，白鹿跟周深打平，分别得了6分。蓝队暂时领先，派出你们队最强的人来。你们4个一起上，对付我们5个。你不去，你快点的。我快，我记不住，我记不住啊。请听题，叔叔加油，叔叔加油。1号刮胡刀。2号鸡飞蛋打。哥，快点。3号眼镜。4号怀孕。5号玩偶。6号蟑螂。哎呀，好像啊。7号肥肠。8号鸡蛋。9号蛋糕。9号蛋糕。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蟑螂、卷饼、小狗、高跟鞋、脸谱、梨、沙溢。哎，孙悟空。孙悟空是方的吗？龙。沙哥好像龙。29烤串。30柚子。啊，柚子，柚子，柚子。这是3、2、1。柚子是啥呀？我们这组已经放弃了。不是，关键是我们就是你昨天说了好多词儿，
他没见过，他不知道是啥。柚子是柚子，没吃过是吧？啊，主要靠抢，你主要抢。你我告诉你答案，你听听我的。你这个特别我知道是啥，我也知道。行，请问十五号高跟鞋正确。请问二号答案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你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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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别说。三，我糖葫芦。二，一，错误。鸡飞蛋打，正确。哦，这就这么一个，你看看，他就明白。请问四号答案是？华丽，正确。你这个话最好。十八号答案是？梨子，水梨，正确。十二号答案是柠檬，正确。请问十号答案是？我的回好快啊，还慢了吗？卷饼，正确。耶，继续啊。请问，请问，好了，你回答吧。你说你说说，抱歉。请问七号答案是？肥肠，肥肠，正确。七号肥肠，你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太大了吧？你肥，我看懂了。请问八号答案是？土豆，不是，鸡蛋，正确。呀呀，哦，二十五号答案是沙哥，孙悟空。正确。二十八号答案是白鹿，啊，沙哥。白呀，白鹿是替我拍的，我手跟不上。这儿有拍，有替拍，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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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站，我站姐，站姐，是我。二十八号答案是龙，拍替拍龙。正确。最后一题，请问，开，十六号答案是洋娃娃，正确。输了吧？没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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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败犹荣。过目不忘，成员们一对一对进行对战。按顺序记住面前出现的词条，当感觉对方记不住时，可以敲锣让他进行答题。如能准确按顺序答出，则对方胜；反之则自己胜。能弹愉悦北京烤鸭，就是我们俩比记忆力，其实对你们两个记忆。那他对方没有答出来，本人也要答吗？如果凯哥没答出来，那坡就胜出了。啊，懂了，来吧。从那个晨哥、沙哥先开始吧。我们两个很尴尬的，位置已经坐热了，就从都是从我们这老的记忆力不好的。听懂了吗，两位？你说什么？晨哥 vs 沙哥，第一题，请出题。红色的黄瓜，你闭嘴。红色的柠檬，韭菜，韭菜。哎，等一下，等一下，他们可以捣乱吗？捣乱不是我们的常态吗？我已经第一个我都记不住了。不是，听我说，听我说，别解释，赶紧说答案，赶紧说答案。第一个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瓜，蓝色的西瓜。错，是蓝色的多瑙河。然后你看，然后呢？第二个是红色的草莓，黄色的草莓。他说错了，不是，这捣乱就他们这个。那我咋记住了呢？他们离我还近，比他更近，就在我耳朵后面，我都记住了，对不对？我咋记住了呢？我认输，我认输。
沙哥得一分。复活。复活。你们一会儿等着啊，别着急，我知道怎么玩了，以后我连眼睛都给你们捂上，我让你们背。我们可没有肢体碰触。李晨沙溢，第二题。陈哥一脸气愤。这个有点难哎。可以敲了，快敲吧。可以敲了。黑色的葡萄，白色的那橘子吧，橘子是吧？粉色的荔枝。哇！完最后有红色的苹果。对了，回答正确。耶！天哪！这回你们不捣乱了，都是我的好朋友们。宁宁太可怜了，我站你，我站你这边。下一组，白鹿。孙怡，第一题。成语。这看不见，你不要说话。你这明目张胆的说我怎么好呢？还是接力的，还是？那他是接着的。对，还是接着的。你可以敲了。这个出来可以翘了，还不翘，还不翘。等一下，我已经忘了，反正我已经忘了。第一个词是什么来着？明目张胆，胆小如鼠，鼠目寸光，光明磊落，落花流水，水到渠成。没了吗？还有吗？还有一个，还有成千上万。哇。回答正确。厉害厉害。上难度了。什么玩意儿？我左水左水面膜，左水滋养睡眠面膜，左水。哇塞！哇塞！妈呀！这个面膜完第一个过去了。这个给男生就废了。红丝绒液体磨砂口红，后门，敲敲敲敲。哎，我们俩是一起敲的吗？一起敲的。孙怡，快点！啊，这个也算吗？这个算的。淘汰我吧。一个字儿都没看见。所以孙怡胜出。Yeah.孙怡能说出来吗？锁水，锁水，锁水，锁水的，锁锁水，锁水，酸水，滋养睡眠面膜，红丝绒，蛋糕，蛋糕，红丝绒，柔雾哑光唇釉，啊啊，这是什么新品啊？你代言的。像装修的，像搞装修的。不会。下一组，凯哥，坤坤，第一题。是啥？这啥意思？打架啊？干扰吗？干扰。干扰，声音感。是的。答案都掉了，掉了，拜拜。呱呱呱呱，咩咩。旺旺嘿嘿，呱呱嘎嘎。等一下，旺旺嘿嘿，呱呱。
汪汪，嘿嘿嘿。和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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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哥哥吗？没有啊。回答错误。来来来，其实刚刚我都记住了，就是他那个板掉了，我心疼了他一下，然后就忘了。请问掉的那个是什么？萌萌，呱呱。他们这个比较简单。能记，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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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敲吗？还能记？快敲！阿苏咕咕南闸喵旺嘎。什么什么语？这个是说蒙古语呢？怎么？阿萨杜古的嘎达嘎巴，阿萨杜古南扎喵旺嘎，把我说的这个 double 一遍，阿萨杜古南扎喵旺嘎。你把它分解出来，完整的说一遍。阿萨萨杜杜古古南南扎扎喵喵旺旺，嘎嘎，嘎嘎。确认吗？哈苏都固南扎喵旺嘎，还有渣渣，渣渣，对，渣渣也有，对，有渣渣呀，有渣渣。哈苏都固南扎喵旺渣嘎，还有个嗡嗡吧，有吗？完了，好像有个嗡嗡，有。算了，就这样吧。确认吗？对对对对对。坤的回答是错误的，差一个嗡嗡。我尽力了。所以现在的比分是2-0。完事了。没有悬念了。复活，复活，复活，复活！Baby 深深，嗯，等我了，等我了。给我找了个这么强劲的，我这个真不强，我跟你说。Baby 深深第一题，白鹿，白鹿，这人名好记啊。怎么贴了个沙溢的脸？这不能换点新的照片吗？这是他的照片吗？周深的。杨坤，杨坤，杨坤，杨坤都来了，从杨颖到杨坤，杨迪，杨迪。是杨家将出来了，这是。杨洋，你敲一个。可以敲了，深深。敲他，敲他。我可以答这个问题。完了，最后这一摞给你惊得想不起来了。白鹿、孙怡、蔡徐坤、沙溢、杨颖、杨坤、杨迪、杨超越和陈子山。杨，确认吗？对，那很遗憾，回答错误。你怎么想到的陈子？不知道。所以这一题 ，baby 先出。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完了，改记歌词了。
让我欢喜，让我忧。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哦、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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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飞远去，看你飞远去，看你谁谁挑的 baby 先，让我欢喜让我忧，再遇万吨光芒穿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窗哦、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然后后面是怕你飞远去我只记得后面唱的那两个了，下一个是啥呀？穿过你的黑夜，黑发的我的手。那再下一个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都不是你那年代的。啊！走了。欢迎大家来到最后比拼的环节，同时也是队长最后一次来观察其他成员究竟对你们做的任务是什么的机会。我有一个问题啊，他们大家做的任务是一样的吗？不知道。那他们队跟我们队不能互相做对吧？也不见得。不一定。不知道哦。啊，好人呢，好的呢，好的呢。现在全场只有你们两个队长是外人，我们都是自己人。好的呢，好的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迎娶香菇的机会了，请来领取任务卡。灯火里的麝香。麝香。灯火里的麝香。好。好。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上班了啊，上班了，上班了。上钟了，上钟了。哎呀，我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尴尬？对不起。场地中央有两面灯墙，率先点亮整面灯墙的队伍胜出。整面灯啊？啥意思啊？咋点的？灯火里的麝香，每队派出两个人，均在起点处就位，按下按钮，两队初始灯亮起，放开按钮，灯熄灭。成员需要接力将未亮的灯点亮，率先将所有灯点亮的队伍获胜，三局两胜。这么多啊 ！What？ 天哪，考记忆呀、啊？有香菜汁吗？真的 thank you 了，真的我记不住。那我每个都按一遍不就行了？哦。全部暗夜，有些这样的灯就被你暗夜了。好，你一会儿就这么玩。大家听懂规则了吗？都听懂了。因为这个的时间简直是争分夺秒，所以一定要听懂规则。简直是。这个规则简直是争分夺秒。我简直有吓到我，真的是。咱们简直开始吧。简直在等什么？简直是真的了，是都简直了。请两队快出你们第一轮要出战的两名队员。谁来？那肯定让深深来啊。我为啥呢？你够不着啊。我爱你。你俩可以一队，正好他摁上面，你摁下面。不，可不可以帮忙抱起来？我可以点到最高的。真的吗？你试一下。我就在你背后啊，你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帮助你。我可以。瞧不起谁呀、啊、哦，可以啊。你什么意思？走走回家。我虽然很小只，但我也没有这么小只。请两队就位。走。加油。走，请派
加油！他们俩不行，他们俩弱。谁俩不行啊？我在那儿就听着了，他说咱们俩不行，他们俩不行。什么玩意儿？谁俩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俩弱，这俩弱，这俩跑不动，跑不动。这俩基本上在他们组里后队里混日子来着。不要轻敌。我右边，我走。好吧 ，OK， 来。不要轻敌。你俩竖排技，你从左边开始，对你从右边开始。我是这样子，两到三排吧，不要太近。两排就好。点亮灯墙，第一轮，请准备，三、二、一。淡淡，他双个双手操作，加油！快快快快快，加油！哇，漂亮！谢。都是双手操作，厉害！哇，左右脑很平衡。哇，我们就赢定了，就赢定了。你不，他不用摁就知道。哇，那好厉害。跑快点，哥！哎呦，赢定了，赢定了！啊，很稳，很稳，很稳！慢慢来，还有机会再检查。秦霄贤，秦霄贤太牛了！加油，老秦！老秦记忆力挺好。老秦太牛了。快回来，宴会，宴会！快回来，宴会，宴会！哦，你也记住了吗？你也记住了吗？记住了吗？俩俩俩！快走，快！加油，加油，加油！快，你不要动手啊！快点吧！来吧，小宝贝儿！快了，快了！站！一二三，走，走！耶！漂亮，宝贝儿！哎，老秦你太厉害了！老秦两棒！老秦你太厉害了！你成神了你！哇，我也没有想到！你也太强了吧！队长。漂亮啊！怎么同样是队友，就没有表扬吗？你说他是连灯都不用摁，他就可以。帅！我们是有对策的，
太长了。爸，这怎么回事啊？哎，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咱这都难呢？咱这题。没事儿，没事儿，能考。哎，这题没有啥区别吧？两边是轴对称。怎么办呢？白队的信心已经换场地，换一下。请第二组队员就位。咱一排横排横排记行不行？我觉得竖着好，基本上就是两到三排一记就行了。或者咱都从左边都可以。算了，我从右边吧。可以啊。嗯。一二三。那你是记什么？我记编号嘛。你比如说第一排是二五六，第三排是三五，对吧？你只要把二五六和三五记下来就好了。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好，记数字好。你只要把数字背出来，你就能数了嘛。你从这边，我们俩一个一个往中间。我就右边，你就左边。对对对，你这边，我这边，我们一起往。三、二、一、一。没按到，白鹿，加油加油，没关系。白鹿，你在装修吗？不是啊，八十。好像错了两个。没事没事。好像错了两个，错了两个。漂亮漂亮，大长腿，可以的，可以的。来了来了，宝贝儿！
还有一次。啊！记不住了。今天都录完了还没关系呢。于三儿，最后不还是摇那个吗？妈，咱咋都输了。是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用餐的时间。我们那个请我们的美女服务员上菜。上菜。真的就他们跑的时候你多休息休息。是啊，不行他散了。煎饼。谢谢你啊，服务员。这些都是有杭州特色的菜。哇，是一样的吧？你不是说先来的会有优惠吗？我们分量多是吧？我觉得看到食物，我得把我的腰封给松一点。不要吃啊！在吃之前，我要发布一个任务。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什么呢这个跟饭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不是，是要边吃边跳吗？这样子，现在你们每一个组抽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弹出去，抽两个人。对，两个人坐在后面的椅子上，两个人。我不会抬腿。我们一米六啊。对。一米六，我们没有一米六啊。1米6，1米6还是不深。我他妈已经到这里了，1米6。没事，你不矮。哇，这不就要收掉了？这不要收掉？我们俩不矮。太饿了，你们不能吃。我们这样。身高矮一点，还在那儿。对，我们对。但我真的害怕你们两个溺水。你们俩飞起来的时候不要拿脚踢我。来吧。我真的不会踩水。不要飞就直接飞过来。这是救生员。我要飞的。他只坐着。你们下面三位到我这拿的任务卡。加油马叔，豆浆这个是什么问题？哦，这个任务叫记忆飞饼，是考验你们的记忆力。所以说，你们前面的队员要记住上菜的顺序，然后卷到村民里吃。一旦他卷错了，吃的时候卷错了，那么你们后面的队友就会。这个是烤鸡的，那你们俩我化蝶了，开始了。哇，是一样的吗？你不是说先来的会有优惠吗？我们分量多是吧？坐好了，随时的哦，弄错碰就出去了哦。
油，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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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辣油味的，辣油也算啊！我跟你说，你们肯定掉不下去。一定，我们纹丝不动，我们绝对不会走的。我们相信，吃掉还是吃两口就。哦耶！你还有时间。Come fly with me, let's fly away. If you can use some exotic booze, there's a bar in far Bombay. 不要再想象，就这样。我觉得玩这个的话，压力真的太大了。七个菜，进去啊，会不会它跟水接触？所以这个比唱歌更有危险性，应该。我们要哭，我们要哭。Baby， 应该会弹的。可能会弹那两个摄影师。我们要哭，我们要哭。Baby， 应该会弹的比较久。可能会弹那两个摄影师。我们四个结束了。第五个什么？肯定你不会掉。要相信。还有，你接着。这一回啊。看蓝队的表情，看陈赫，蓝队的表情。好紧张啊！现在，好紧张。对啊，你这个按照这个顺序。大头，好强，可以的吗？好强！我觉得我非常自信的，没有错，因为我刚刚帮助服务员一起把那个盘子拿下。我相信你，所以说，相信我，相信红队加油。红队加油！无所谓了，放开了吧，要了吧，反正都是下来。不仅是阻拦，刚刚晨小声的跟我来吧，陈哥，我要哭了，都吃饱了。Baby， 我隔壁吃饭，我一个人可以弄他们6个人。就是按照这么上的，杰克，你看看身后俩人紧张成什么样了？没事，不要压力，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哈哈哈哈哈哈！什么样的？慢慢来。对，我记得他好像是咱们不是换过，因为他是比较靠后，因为他上来。赌上我的性命，好不好？真的怕。我对你有怕。等一下。Baby， 空中姿态要准，来拍一下，拍一下。Baby， 拜拜，来加油一下吧，拜拜。没有吃了，要吃了。我知道陈赫饿了，看看了。没。
跑吧零度，奔跑吧兄弟。本栏目由上海大众汽车奢侈宽体轿跑 Lamando 零度独家冠名。 Lamando 零度即将登场，零度轿跑，魅力战袍。本栏目由苏宁易购特约播出，正品网购，喜欢就买，为你而省。Baby， 空中姿态要整，拍着拍着。Baby， 拜拜，加油，小宝，拜拜，拜拜，再见。我要吃了，要吃了。我知道吃到饿了，胖起来。没。他简直是在折磨自己的队友。陈浩饿了，陈浩饿了。现在是，只要夹错就立马飞出去，夹错都飞出去，夹错就飞啊。那他们还能回来吗？就一直在飞。哎呀，怎么办呢？这样错了，很多。压力那么大，腰又很痛。好，来了，第一个对了，后面对了也后面也得对是吗？不对也没用是吗？没有，是那个不对也没用是吗？没有，是击对了吗？可以吗？可以啊，是你们选的。我告诉你们，我用性命担保，第三个是虾，第三个是虾，然后你们是第四个，一二三，是吧？如果不是虾，我跳100次；如果不是虾，我跳100次。你一次都没有跳过，没错，但是我会跳100次，我用我的生命担保。对了，第三个虾，我们少跳一次，这第二个，一二三，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最后一道菜一定是这个。那第三个不是这个就这个，那第三个不是这个就这个。此时不要考虑颜色，你相信我。一二，第三道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但是辣椒油是蘸这个的呢。如果它是蘸，不蘸，那它如果不是蘸这个，那很后面再上。一二三，走吧。这个感觉，凭感觉，感觉，把这个，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啊。不会错，没错，哎，没关系，他们两个已经不会错了。对，太快了，一个虾是吗？不是，等一下，我说的是，不是辣椒油就是虾。你把虾蘸了辣椒油放，虾是蘸辣椒油的。然后发现他们两个走了，你不要再说，我们非常紧张了。虾是蘸辣椒油的，然后发现他们两个走了，你不要再说，我们非常紧张了，已经。你让他自己来，你别喊。你这还是要不管我，稳一稳，等一下要稳一稳，要稳一稳。虾，不是你们两个得动一下。哎，别说了，别说了，稳住。我们相信你。不说话，让他把那个夹了，我什么都不听。就行，我们相信你。他会紧张的。我就上豆芽来了啊！坐好，坐好。
兄弟，逃走！兄弟，我们一刀而行。再见。我觉得是对的。动动动！哦，对了！啊！真的对了！是对了，真的对了！对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还一百次。哎，你说他退一百次，一百次相信自己，对呀，对，相信自己。我赌上一百次男人的意志就是瞎，是瞎是吧？是瞎，一百次男人，好吧？几次这个，你就跳多，你就跳一百次，你要做到，我做到，但谁跳都赔一次，好不好？好，瞎就是瞎啊，瞎。三百斤大妈的力量。但是相信你，一百次，相信你，好吧？试下哈，一百次。哦，有赢了！我说相信你啊！我说，我说，啊，坐着！咸菜一定是最后一个，不是胡萝卜就是辣椒油。慢一点！一百次来。我们还剩俩呢，你多少？你讲瞎，瞧瞎对，你为什么相信他？瞎是我自己选的。等，王老师，他为什么那么近？王老师如此性感的，来吧，最后一次啊，我看最后一次，谁怕谁呀？美女，你就乱加就行了。就乱加，你要坐上去吧。加油！你乱加了，随便加啊，好好加。一个，加错了，一个，不要出现无谓的失误啊。两个，豆芽。第三个，豆芽。第四个，辣椒油。加啊！来下了。哎，你不坐下去吧。然后呢？轮着点，轮着点。刚才他加了什么？胡萝卜是吗？胡萝卜，所以不是胡萝卜。我如果咸菜是最后一个，那就是辣椒油。来吧，辣椒油。来吧，我来了。辣椒油吧。所以大家突然变得好紧张了。准备好了吗？辣椒油。放错了，我明知道，咸菜是最后一个，来喽！大家有机会。
太帅了！啊，站站住！这个，这里我心疼。这里来到，这里我婆婆，然后他是对的，难猜我。那其实现在是他们是对的，对呀，他们不要脸哦，他们对了，他们对了。啊，师傅，你们严肃点，严肃点。慢慢来，不是，不是，呸，闭嘴！你不用我的我，我们要跳了，师傅。我们要跳了，苏苏，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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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大庆博物馆，大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大油田，还有大湿地，更有着波澜壮阔的地质变迁史和古动物的生息演化史。你们身后的这个雕塑是猛犸象，我国国内发现的最完整且个体最大的真的猛犸象化石骨架就珍藏于大庆博物馆里。镇馆之宝啊，这是。我能学大象叫。哇塞，我以为真的呢，挺像挺像。你们作为石油大学的学生，也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和运动能力。记忆力特别差，你来念吧，我怕我有不认识的字。每队一人记忆题板，另一人攀爬铁架。攀爬记忆对抗赛，每队一人攀爬铁架，另一人记忆题板中图案的位置。攀爬完成的队员将关闭对方队伍题板，该队记忆时间停止，负责记忆的队员答题，回答正确的队伍获胜。第一组请准备。我呀特别怕把自己记在这里，我得提前学习一下这个。哎，咱俩分工，你看看他们怎么爬，我看看怎么记。好啊，啊，这个好难。本轮请记忆各国国旗的位置。鬼啊！哥，你们俩慢点爬，他们俩真记不住。啊！他来了。王子没走。哎哎，你快到了，你快到了！哦，完美！哇！我吓到！亚文哥，马上到了，马上到了。请看题。哇！哇！这个国旗在哪个位置？在什么位置是吗？太难了，你们这是最强大脑。C 毛杰罗宝，毛杰罗宝，我他的排列组合，我在回忆那个每一个那个什么，哇塞，杰克，这我真没记住。请亮题板。请公布答案。哦，哇，好厉害，好厉害，我可以啊，太厉害了，哇，厉害厉害厉害。这位女同学，不怪你啊，没关系，你上岁数了，到了这个阶段，还能有这样的记忆力，我已经很欣慰了。哎呀，恭喜蓝队获胜，可以进入决赛。
请另外的三组准备，加油。哎呀，脑子都懵了，现在我记忆力也很糟糕，我努力记啊。可以的，姐姐，加油。加油。本轮请记忆王彦霖照片的位置。王彦霖，王彦霖。我的天哪，陈学飞呀，他是！王俊杰，王俊杰，加油加油！等一下，这是什么鬼？谁把你的绳子给系上了？这是什么鬼？记得住吗？飞弟，别让他看！好聪明啊！我控制住了。好，快了，快了，快了！王俊杰，王俊杰，王俊杰。你怎么这么快啊，陈学飞？我体力好啊。请看题。这挺难的吧？我没有看到。题啊，这挺难的吧？我以为都是王彦霖，我没有看到。阮经天是什么？阮经天是什么？是个人，请不要说。不好意思，我又说错话了，我又说错话了。姐，哇，这好难啊！我只能瞎猜了。我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阮经天像不像阮经天，还是故意混淆的？阮经天长得像。就这个真的不知道。哎呦，三个答案都不一样。请公布答案。哇，飞机姐，哇，你还说你记忆力不好？我真的记忆力不好，是因为凯哥爬得太慢了。哎 ，A 3的那张王彦霖啊，真的 P 的都不像他了。恭喜紫队和蓝队获胜，接下来就是你们两队的决赛。晨儿，你不能输给他。我不会让你有记的时间的。他太吓人了。陈学冬属猴的，巨快。我这样，我让你十秒好不好？陈学冬，他太快了。没想到你的人这么好啊。让你先记十秒。学冬说了让我十秒。行。哎，我第一次有人说跟我让十秒。请两队就位。加油。本轮请记各种动物的位置。好了吧？蛇吗？学冬，你慢点儿。
你竟然攻击我们的大脑！完了，我大脑空白了。请看题。鹿。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动物的坐标在哪里？我就开始纯瞎蒙了。请亮题板。这个动物叫种骨大角鹿。大角鹿。大角鹿。它的正确位置是。哇 ，baby 姐。诞生了，我 baby 姐好厉害。小冉，你看我明明还让了10秒给你，不然像他那个就5秒就结束了。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答题的规则，我们桌上有5台外观时尚小巧可以精巧折叠多角度拍摄的三星 Z Flip 4手机，里面有需要各位回答的问题，每一组搭档轮流上来抽取一部手机并读出问题，所有5组进行作答，答对就可以获得1分，最终回答问题积分前3的搭档就可以在旁边抽取画作的兑换券。凯哥，你来抽第一道问题吧。于西选哪个？咱们这边这个吧。这个。嗯。老奶奶面前一共有几袋大米？面前就是写的共同富裕的那个袋子，请亮答案。3袋。3袋吗？3袋啊。哎，你们还是有画板的人。不是，什么叫大米啊？哪个长得像大米、啊、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大米。不是很大的那个白的那个吗？对啊。啊，不是那个叫大米吗？那不是米仓吗？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3袋。恭喜这4组都答对了。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记忆力，是我们物体盲，你知道吗？画得太好了，然后忘记了，一直在润，一直在润色。来，沙哥抽第2题。老爷爷的嘴巴是张开还是闭上？啊？是，对。你自己还不会问这个吧？有人这样笑的。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了。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啊？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啊？不对吧？我们讨论过的，真的。Baby 答完了吗？想想，让我想想。等我再想一下，让我再想一下。你再回忆一下。我只画了他的胡子，然后在胡子底下我就没画了。真坑人！我一直在润色给画。谁注意那嘴开着？我觉得应该是。
都不记得了，咱们都去干啥了？咱这几个人，我们记得。好了，来，三二一，请亮题板。这是张张的，对 ，baby 张开，闭上的，沙哥闭上的，开，吸开，正确答案是张开的。呀，我写的张开，我给改了。这十八颗牙亮在那儿呢。你们两组，你不是带笔跟纸了吗？全记住了，说的不全让你们记住了。我们是有本儿的人，我们是有本儿的人。我中间我还说了，我数数这老爷有几颗牙。哎呀，我写的张开，我给老爷爷嘴以上的特征我都记住。我们画了胡子，抬头纹你记了吗？有了几个抬头纹。锤哥，你来抽取一道题。迄今为止，咱还没得分呢。拿着稻穗的老奶奶在干什么？别别别，给他们干！别别别别，稳稳的这回，稳稳的。哦哦哦！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嘛。我真的，我打死你，郑哲元，你能不能闭嘴？来人，把刚才给张咪咪的哑药给郑哲元上一份，让他闭嘴。来吧，好，三二一，请亮题。全员回答正确，跟没得一样的。我以为我们要大获全胜呢，结果。途中有一个儿标在哪里？在哪里？什么东西？我没听懂。跑男的标，跑男的标，那个英文字母。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发一个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三二一，请亮答案。在左上角那个车上，左上角的车上，大米袋子，收割机，收割机上。拖拉机上，是收割机还是拖拉机？你那绝对不对，拖拉机不对啊，拖拉机不对，收割机。我说的那就是收割机，不对，不可能，就是那里面有拖拉机。我写错了，就是收割机，不就第一个最大的那个吗？这一题白鹿、晨哥和凯哥得分。我这不算吗？你这错了。我们两个败在了常识上，不知道那叫什么。最后一题，拖拉机拖着的农机是什么颜色的？等会儿导演，是拖拉机什么颜色，还是拖拉机拖着的那个是什么颜色？拖拉机拖着的那个机器是什么颜色？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不能再错了，不能再错了。来，三二一，请亮结果。全员答对。我们知道的都知道。怎么回事？咱们能不能问一点难一点的？你能不能问就是有绘本的人会的东西？你带上有什么字？共同富裕。有几只羊？七只。那三个人分别穿的什么颜色？棕色的衣服，蓝色的背带裤。好，那三个人的脸朝向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左一是朝我们，另外两个是朝这个田，那个麦田。那个右边房子有几扇窗？三层，有两个门，四扇窗。哇！然后呢，第一个人手里用的是电脑，第二个手里用的是电脑，第三个手里是无人机飞手。啊，你这是私家侦探培训学校吗？大家刚刚看到的画叫做《我们的共富路》，是由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徐子轩同学创作的。画中正在施肥播种的无人机，割稻的大机械，漂亮的住房，堆满的米袋子，村民幸福的笑容，都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的新变化，也是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本。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公布一下刚刚答题环节各位的成绩。郑凯白鹿是都得5分，然后晨哥组是4分，然后 baby 组是4分，然后沙哥组是2分，所以沙哥组不能抽。不抽也许是好事儿。
怎么又抽不了啊？我们离这个无缘。搅和他们，给他们归零。上。